印度的高温是两百七十七点，第四章，咱对第二章开始进展，先叫咱做伙来打。是印度的高温277点，所听的兄弟啊，咱就打，因为听是最上的来，你若听的是最上的死，不捌上的。无听的，毋捌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命，上帝是伊独生的命，是世间，予咱对伊来话，上帝的命对即个天命来，毋是咱捌命上帝，是伊捌命咱，是伊的命，为着咱的罪，做挽回者，命就是在伊即个位。所做一直天空，不好意思这么念，它要像
待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所以就是我爸爸和我母恩这个母的意思，安尼哈。哎，啊，当爸爸妈妈今仔有来向恁再介绍，因为今仔甘蔗不是介绍的时阵哈。我之前是伫屏东屏东教会服侍，屏东教会服侍，啊，6月30日，我就咧在咧介绍因仔，我6月29日，华语礼拜教上爱甘蔗，6月30日主日二教上爱讲信息，然后甲遐下伫姊妹聚餐了后，下晡我爸爸妈妈就有拜托朋友开车载我来到欢乐堡的安尼吼，啊，就住伫遮，从个亚季拜一开始咱下伫遐。所以我在说在屏东来到关路吼，今仔日嘛是头一届听这个讲台。当然我真清楚会来关路是上帝，因从嘛相信过去的无输到我，我拢不是关路本地的人吼，本地人，总是我拢知影这是上帝听甲带领，才会当互我来这个关路这个好所在，我伫关路都欢喜的。什么？树啊，足多。阿哥看到迄个四脚蛇有吗？然后昨天还有看到青蛙在厕所游泳。啊，因为青蛙在厕所游泳不啦，你看你，阿哥我只好请青蛙搬家一下，所以我就戴着手套把青蛙抓起来放到花园里面。哎呀，请教你的工某某人。两个某某人，哎不，一个传到一波，两个某某人来，因为我们的重兵没有一个人敢动。在厕所里面游泳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因为他在厕所游泳都没有办法在我们上厕所就把它冲掉了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再赶快把青蛙救起来。还好，好。其实下年结束，我真正真感谢家长吼，啊，有社区的囡仔，啊，嘛有联合国小的囡仔，也是讲啊，咱联合中华联合教会的这青少年，大家愿意将囡仔送来欢乐教会，我想这是对欢乐教会的疼、支持嘛、信任嘛，吼。因为下年逐天下晡吼。即家长拢真准时的带囡仔来到教会，然后家长嘛真少起工亲自安尼带囡仔安尼逐工去来来去去，嘛期待今仔日即个今仔日下礼拜，甲今仔日的成果发表，啊来感谢大家遮尔打拼，嘛真感谢咱在座嘛有真多的家长吼，真正专工半时间，后尾来看遮个囡仔。演出的表演，也是讲演出。我想专工会半个时间是真正是爸母为着囡仔的疼，就讲吼阿公阿妈带只阿囝阿孙吼阿孙啊来遮。我想拄啊囡仔在唱起两首歌，咱嘛有要拜吼囡仔因的作品吼，咱就知囡仔伫遮唔呐有学着物件。而且伊拢真欢喜要来吼，啊，当然咧，时间还袂到，就有人咧嘻嘻哈哈，就知影有囡仔来啊吼。啊，要转去吼，佮有诶无啥想要转去，佮继续讲转一下安尼吼。即摆下联名诶老师也是辅导是中华联合教会诶青少年。你讲在中华伫倒位？中华在哪里？台中的旁边。不错，正确答案。台中在嘉义的上面还是嘉义的下面？上面。上面好，嘉义的隔壁县市往上是哪个县市？彰化。啊？哦，跑太快了。嘉义在上去的县市是云林县，旁边是南投。云林县在上去才是彰化。所以彰化在我们隔壁吗？没有，开车要多久？一个小时、所以可以像说我要去观光，随便一到就可以去吗？应该不是想到就可以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我想
中华到嘉义花都毋是一个真短的路程吼。不过，因无嫌路途的不便，专程来环路。而且因来毋是讲要来就来呢？你知道他们老师要来什么时候就开始预备了吗？他们四月的时候就决定了关店，然后还开始准备。你知道，我们一个礼拜的夏令营，他们从四月份就要预备多久？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几个月？三个月，有没有很长的时间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才三个月，对我来讲很长，因为考试之后准备两个礼拜。三个月有没有很久？我觉得蛮久的，所以老师也都得时间准备，我想因整个的团队是真认真，因为因知影，因心内知影，因真爱有机会会当甲别人去分享上帝的名。你们知道老师的年龄多大吗？40岁。你是指我吗？哦，没有，没有那么大。32岁。我说所有的老师啊，不是说我啦。18岁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我要讲。这些辅导老师有国中的学生，也有大学生。哦。甚至有人因为大学毕业，可能大学毕业人去要找头路，不过对伊来讲，已经要伊一届要来加伊的短宣，要来加伊的卡的名，所以伊是拍算嘛是安尼做，就是下了名了后，才开始要找伊的头路。好，所以对这咱就知影讲，伊唔呐真认真咧准备，嘛真要伊这件事。所以因为因在因为特别安尼做，不是要给别人看尔，不是要展现安尼尔尔，佫较重要，因知影因是爱对上帝来负责。这礼拜下联啊，有几件事我有真感动，当然我袂当讲真济，不过我过来面几个例吼。因为咱即摆现在青少年拢有家己的主张，要来烦恼是父母逼因来的吗？哈？爸爸是逼他们来的吗？不是，对，老师他们都自己要来的，爸爸妈妈没有逼他们要来的哦。你刚来到家，不是亲人在你住，在你住宅，在你生活，你家还会团体的生活，十八个短宣队的辅导老师，佮一个明英姐吼团体的辅导。大家住做伙，无家己的房间哦。女老师全部都是住在牧师馆二楼的书房，打地铺，睡睡大。男生有的困图书馆一楼，有的就困伫这个讲台顶。你知道坐在这个讲台上面有谁很爱他们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是。慧熙，这样子的。对呀、啊。在晚上就要跟蚊子奋战，就要睡觉，睡在这个讲台上面哦。但是呢，每天而且每天早上时间到就要起床，不可以赖床。你们暑假有赖床吗？没有。有人有，有人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他们是不能赖床，他们早上就要很早起来。然后，那轮流洗碗。轮流洗衫、洗衫、洗衫，然后物件爱食清气，袂当遵守的。请问伫厝仔咧做吗？妈妈咧笑，和爸爸咧摇头。都是伫当官团体生活内面，会向做的当官就教，袂向做的当官。安尼两个三人做伙做，啊，我都开讲，我都做，安尼就袂无聊，而且彼此之间哪做哪熟手，这就是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的疼，伫陪伴中渐渐互相影响，做伙忠诚。
咱拢知即摆热天会过，伫环路遮拢会落雨，对无？会不会下雨？我们下午是不是都有下雨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都有下雨。我下底一天拜四一天无落雨尔，其他的时间拢逐天拢有落雨，尤其是拜一下晡，迄天下雨尔，头一天尔哦，雨的都特别严重。迄天而且落的时间是囡仔要回去的时间，咱来即摆囡仔安怎画安怎讲，咱们家己主动负责。我家己摇头啊，不错，有自知之明。所以落雨要安怎？我也不知道要怎樣，不過這些老師就很主動把自己的學生都看出來，然後一個孩子送去這樣對禮拜堂的腳口一直送到外口家長的車，讓家長這樣吃回去，我看到我很感動。雖然他開身軀還跟他們顧顧，不過回來沒來半句話，落雨對咱来讲是真无方便，不过若无落雨，若无水，咱就活袂落去，对不对？哈？植物会怎么样？干枯，对，就会枯死了。我们能不能不喝水？我们也不能不喝水，对不对？所以落雨嘛是落雨，福气的福。是上帝祝福这个土地，润这土地，植物才能怎么样长大嘛，对不对？有植物长大，我们才会有食物可以吃啊。虽然落雨，却因为安尼，予阮会当用实际的行动，将上帝的疼落实伫遮个囡仔的身上。咱可能唔知，伫咱福德内面，上细汉的福德老师是几年？国中二年级升三年级，国小六年级的你们要检讨一下。国中二年级升三年级，会当安尼走，实在真无简单。我想，伫这过程中间，嘛互遮青少年大汉，即个因，嘛是带遐遮细囝做伙大汉。而且我要甲大家讲，因何教会青少年来咱欢乐教会办趴入名，伊无甲咱欢乐教会一挂先知，咱教会无甲囡仔收费，然后因何教会无甲咱一挂先知，然后因对甲中华来到遮，所有的物件无论因要食、要穿的、交通的、挂药仔的，还是。打扫的拢总是因家己准备对中华搬来咱欢乐，而且遮个费用拢是对英国教会来支出。我想因安尼做毋是干呐咧疼惜欢乐即个所在，因更加是爱要将上帝所领受的疼，甲侪侪人来分享。像今仔日咱囡仔所唱的歌《我们爱》，咱三听内面的歌词。我家怀孕在台语，你甲我拢是上帝天地所疼的粒子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梦，而且这梦是上帝给咱的梦，真水的梦。在人生的道路顶面，咱按彼此来光照，彼此带路，扶持、相咱。咱的疼会当予咱的世界无共款。咱三疼是因为上帝。先疼咱，虽然咱生着无同款，总是伫人生的道路，咱做伙唱歌，行远祝福的方向。咱三疼是因为上帝先疼咱，无论咱的心偌硬，咱的心偌坚强，拢唔通想讲你家己有法度去看过、去行过、去飞过，总是伫咧困难的中间。爱微笑，爱放落，爱原谅，因为有疼，有上帝疼的所在，就是天堂。我知影咱中间有侪侪人并无互相熟悉，嘛是今仔日才看到彼此。总是，予咱聚集伫遮的原因就是疼，无论是疼囡仔，
还是听教会，听这个节目，还是听上帝，都是这个听，是对听的源头，是对上帝来。上帝的听，予咱会当结合一家，组织做会。所以这是咱要用上帝来祈祷，嘛感谢上帝。咱这是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弟兄，我三听，因为听的归来是对你来的，因为你有在建立读书的囝，耶稣基督来世间救赎我，予我通对你，通对我的软弱，对我未堪日的状况，也是讲对我的罪恶来得到逃亡。因为听，我愿意予上帝的神点伫我，对我性命的主宰。因为听，我愿意改变家己，有勇气去学习，我可能过去拢无习惯的代志。因为听，我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，也愿意去陪伴需要帮助的人。感谢上帝，你的听伫我中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，阿门。